王超，你刚刚在磨蹭什么呢？啊，这个还你。哎，是不是又有哪个学妹跟你表白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还笑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别对谁都那么温柔。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冲人家笑？哎，你别老逃避我的问题。送我一个哆啦 A 梦吧，这样我就坐时光机回去，把娃娃丢掉。嗯，给你。喏，给你。下次可要小心点啊。谢谢哥哥。下回可要抓紧啊。知道了。你喜欢踢球吗？骑得太快了。哦，那也正常，一般这种学校风云人物的车啊，都是那种变速的山地车。你那小破车追不上是挺正常的，不过没事，他的车啊总有坏掉的一天。不是这样的。懂了吗？懂了。你就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，忘了黄伞这件事了呗。对，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哎呀，好了，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没还他伞是对的。为什么？还伞多好的一个理由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，千万要好好想想你还伞的时候该说的话。我是建议你啊列个大纲，最重要的是把 QQ 号给要过来，说不定还能交个朋友啊。你是林开拓的新粉吗？要不要加入后援会？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嘿，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啊。啊，我不是说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记住我说的话。哎，我要写作业了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真的是。我之前发的说林开拓的好话都是胡说八道，梁有年才是当之无愧的海大附中校草。你知道林开拓有多努力吗？你一句话就都给否认了，你凭什么呀？我不就是让你加入后援会吗？你想当散粉的话，我也不会强迫你。你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帖子啊？你这个黑粉，你恐怕还不知道他是被谁罩着的吧？我一定会查出你是谁的。我用的又不是真名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千万不要让我抓到你。
应该不会被发现。今天会不会那么幸运，还能看见他？六婶儿，啊，你的早饭啊，记得吃。啊，知道了。哦，对，昨天你转学忘了给你煮红鸡蛋了，今天给你补上啊。哎，不用了吧，红鸡蛋吃完满手都是红色，而且也不好吃。让你吃你就吃，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吃了红鸡蛋才能落好运。嗯，太干了，路上喝点水啊。这可就是个习俗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封建迷信绝对不能信，关键还得靠努力。好，我走了，妈。慢点儿，路上。嗯。哎呦，吃完别着急啊。嗯。都跟你说过了嘛，不要戴着耳机骑车。这你也要管啊？那是，因为你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家开拓的风头。哼。行了，就知道你是林开拓的头号粉丝。走吧。嗯，给你准备了。什么？豆荚。怎么是咸的？就你挑食。走，快迟到了。马上吧。嗯，下节是数学课了，可是课表上写的是美术课。咱们美术老师特别好说话，所有主课老师都喜欢霸占他的课，尤其是数学老师。换数学老师你不知道？啊，换谁啊？不知道。那周老师呢？周老师去教高三一班了。高三一班的数学老师回家生孩子去了。2006年那个班啊，不过你知道的可真多。我还知道周老师最近有点生病了的。就你八卦。同学们把那个昨天的试卷都拿出来。梁幼年，你把昨天的试卷给大家讲一下。老师，我还没做呢。没写，没写也可以讲，上去吧，上去。大家哪几道题错最多呀？
新来的数学老师你见过吗？没有。新来的数学老师一定要帅呀、啊，要可爱，要帅，要可爱，要帅，要可爱，要帅。怎么了，何同学？不喜欢美术啊？美术？怎么，你们都不喜欢啊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新数学老师还没到，而且你们的美术老师生病了，所以我这个退休老师就来给你们代课了。好，现在开始上课啊！大家把速写本拿出来。这块重点。不错。这一块啊，收一点。这位同学很认真嘛，看样子之前一定是学啊，之前没学过吧？啊，挺好的，正因为没学过，才要学嘛啊！哎呀，这个林开拓怎么今天又没来？怎么了？啊，就是。您是我转学过来以后第一个关心林开拓有没有上学的老师。是吗？嗯。啊，画吧。哎，都好好画，安静点。你好。请问你是？梁老师你好，我是五班的新的数学老师，叫陆鹏。我的愿望这么突然就实现了，还真的是又帅又可爱呢。我真的好想学数学呀。我也是。陆老师，我正在上课呢。你看，这孩子们啊，好不容易上你这门课，就让他们上完嘛。梁老师，课后再聊。周老师说跟您商量过。这节课让我给学生们讲数学卷子，你看，可是我没跟你说好呀。初来乍到，给个面子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也不容易。那下半节课就你来上吧。行。同学们都停一下啊。这样，啊，下面的课呢？就由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来给大家上后半堂课。好好好好好好，都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啊！老师知道大家都热爱艺术，哎，这样啊，老师办了一个绘画的兴趣班，欢迎喜欢画画的同学啊，踊跃的找老师来报名啊！哎，完全免费。老师希望不要因为考试。都放弃自己的绘画追求和艺术梦想，好，上数学课吧。啊，是。大家好，我叫陆鹏，是你们新的数学老师，也是你们的班主任。往后的日子里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可能我知道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，我们现在讲数学卷子，请大家把卷子打开。报告，请坐吧。
现在看第一题啊。其实，不好意思，我忘拿那个了。啊，给你。好，谢谢，谢了。欢迎同学们来报名啊！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啊。站住！画的是有多难看，至于烦成这样。确实挺难看的。干嘛？你不要再叫我和辽宁同时出去玩了，不然咱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哎呀，行了，知道了。我就是来告诉你，那个黑你的帖子里又多了一个你的疯狂粉丝，风格特别搞笑，赶紧去看一下。画难看还要被打呀？以后我的作业你帮我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狂热粉丝。啊？别以为不知道在学校论坛上发帖的人是你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告诉所有。站住啊！嗯，哎，你这孩子低着脑袋想啥呢啊？捡钱呢？捡着没啊？分我点儿。你怎么来了？带你去戴牙套。走。不去。你怎么总想让我戴牙套啊？不是，什么叫我想带你去啊？你要不是牙不好，我才不带你去呢。戴牙套那么贵，我攒了那么长时间的钱。啊！你看我勤勤恳恳，省吃俭用。那我不戴了，不就让你省钱了吗？阿霞说了，戴牙套巨痛的，而且戴上牙套以后特别不方便，吃东西都不能好好吃了。就知道吃，吃吃吃！要是你这个牙能够自力更生的话，我才不操这个心呢。那就让它野蛮生长。下六水啊！这可是你们学校啊，我呢是本来想给你留点面子的，你要非不给我这个善解人意的机会，你就不怪我没办法了啊。走，快点。妈，我真的不想去了。
那个不是上次给你塞东西那学妹吗？你在八卦这方面的记性总是让我叹为观止。那是。我再告诉你个八卦，他现在可是开拓的同桌哦。开拓的同桌？所以你啊，注意一点，不要再对他散发魅力了。毕竟开拓说过让你离我身边的人远一点。你这样模仿他，他要是知道你会被揍的。揍什么揍啊，他现在看着我们都绕着走，怎么可能啊。也是，毕竟人家没有你这么八卦。好，我八卦，那我走。天天磨磨唧唧的，妈妈还害你啊！我不拽你，你走也行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姑娘，你们今天这儿有打折活动啊？不是，我们下个星期才有活动。哎，等一下，姑娘，你看你这都已经摆出来了，我这儿看见也算有缘分。要不多一星期也不多，少一星期也不少。你今天先把折给我们打了呗。那您下个星期再来吧。哎呀，姑娘，我下个星期再给你交钱不就完了吗？真是死脑筋。那你孩子来了吗？夏淼淼，你躲起来就没事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牙套必须戴。你听到了没有？阿霞，你没挂吧？没呢。我跟你说，这次你可要顶住了。我之前戴牙套有多惨，你也看到了，半个月只能吃油脂的东西啊。我知道，你每次吃饭都哭，太惨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哎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咱们还是继续说你那个核心吧。你和他还是可以公平竞争的吧？他长得好看吗？美。那他学习肯定不怎么样。年级第一。要不咱还是算了吧。你还是不是我朋友啦？哎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。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我们还是脚踏实地，好好学习，先一起考到海大再说。海大那么难考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努力了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那我们还是好好学习，当学霸吧。可是学霸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这还不简单，我教你。夏淼淼、林开拓，你们俩上来把这道题解一下。
不错，回去吧。老师，我做过这道题，但是……好了，没关系。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下课随时来问老师。你回去吧。林开拓这道题解对了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哦，对了，这次月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月考的榜单已经贴在了外面的公告栏上了。啊，什么？现在知道叹气了？当初好好用功，现在不就不用叹气了吗？课代表，跟我去办公室取一下卷子。加油啊！停！我明明就做过，怎么就忘了呢？行了，智商写再多都没用，吵死了！谢谢，妈给你做好吃的啊！
31分，夏淼淼，知道。一次成绩不代表什么，下次好好努力啊。谢谢学长。你的伞我忘带了。什么伞？就是上次在书店的时候下雨了你借给我的。现在还下雨，雨淋湿了我。哦，所以上一次你是要还我伞啊？对，上次我拿错了我妹的书包，那个娃娃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有娃娃嘛？这个娃娃也不是我的。哎呀，是我妹，她非得让我给她的娃娃做衣服，你看，对吧？因为我向她借钱买了练习册。你买这么多啊？嗯，但是做了也没有用。我同桌说我。以我的智商做再多题也是白做，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。你同桌是林开拓吗？你认识他？你别太在意林开拓说的话，他如果欺负你我替他道歉。他这个人啊，就是说话不经大脑。 Miss学长，你跟林开拓很熟啊？你草稿本拿出来一下。嗯。我刚刚啊，扫了一眼你的卷子，发现你的问题就出在平行平面的证明还有抛物线。我先帮你解决平面平行的证明问题。坐。啊。两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是什么？直线与平面，不，直线在平面上，如果一个平面内有两条相交直线平行于另外一个平面的话，那就称为平行。看哪儿呢？坐过来看这儿。啊。看这个图 ，M、N、E、F， 跟这几个点是平行，都是这几个点的中点。那么要求 M、A、N 还有 E、D、B、F 这两个平行的话，要怎么证明？不知道。首先。你看看啊，先把这个给我拿过来。
吃个红鸡蛋。妈说你考得不好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考100分。把本给我。你来拿。这样来来来来来看我啊，来站啊。加油把本给我吧。干嘛把本弄过去？你尝尝，我比你还瘦。这一天天的成天上蹿下跳，一点女孩子样都没有。刚洗好的赶紧吃啊。下六水到。看什么呢？让妈也看一下。